生活趣事多，老王来说说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王说说。正月十四汤一喝，这个年就差不多。民间有说法，正月十四喝一碗靓眼汤，就说明春节过得也差不多了。靓眼汤指的是青菜麻子汤，将麻子切成小手指般大小的一条条，然后将洗净的青菜合二为一，下锅煮熟，放入适量的食盐酱油，就成了民间传统的靓眼汤。只不过老王好像从来没有喝过靓眼汤。天冷不喝汤，就像耍流氓。不过接下来这个老王小时候玩过，从正月十四这天下午起，无论是刚学步的娃娃，还是十二三岁的孩子，手里都捏着一根线，拉着毛兔灯，牵着大人的手满街跑，蜡烛点在兔肚子上，把白兔照得通体透亮。此时家家户户的每一间屋子里都点起蜡烛，俗称尖尖迎，依次表示迎接财神。同时这天晚上家家户户点长夜灯，从傍晚一直亮到第二天早上。我小时候玩过兔子灯的，然后好久没玩过，现在小朋友长大了他也可以玩了。你知道试灯是咋回事吗？为了准备正月十五的元宵节，民间和朝廷都会在这天搭建灯棚，悬灯结彩，并做一些游艺节目的预习活动，称为试灯，以便迎接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。至于市面上卖灯笼小贩，早就准备了各式各样的花灯，准备贩卖，成为灯饰。除了上面那些，正月十四还有吃糟羹和拜临水娘娘的说法。传说临水娘娘姓陈，是唐朝大理里面的人，后来成为了整顿南厂妇女的神仙，于是民间立祠奉祀，称为临水娘娘和顺天圣母。明天正月十五了，先祝大家元宵节快乐！年马上过完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英文怎么说 ？Are you ready？ 生活趣事多，老王来说说，我们下期再见。